我会成为哪一种角色呢？哦，无辜的平民。那另外两种角色是杀手还有警长。如果成为杀手的话，就要想办法杀掉所有的人；如果成为警长的话，就要抓到杀手。那现在我是平民，所以想办法生存到最后吧。你是杀手吗？欸，我怎么感觉他是杀手啊？不要靠近他。欸，好像有人被杀掉欸。谁是杀手啊？谁又是警长？警长可以保护我们吗？啊，真的有人被杀啦！谁是杀手啊？这个培根头看起来也很可疑欸。不要靠近任何人好了。咦，有人被杀啦！哇，有人开枪了！好，警长抓到杀手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好人获胜了。好，接着到下一回合。啊，这一回合我一样是平民。好，想办法生存下去吧。这个人是杀手吗？欸，他应该不是。我听到有刀的声音了。然后这个人没有回刀啊，所以这个人应该不是杀手。哎呦呦，等一下，哎，又有人死了是不是？那这个金色头发的女孩应该也不是杀手啊。那谁是杀手呢？已经有两个人被杀了，这边收集一下钱吧。来，这边又有钱啊，给我钱，给我钱。哎，等下，这个蓝色头发的男孩好像是杀手。他刀举起来啦！救命！不要！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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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他没有杀到！快跑快跑快跑！哇，追过来啦！哇，怎么办啊？警长呢？警长快救我啊！哇，完蛋了！啊，被杀掉了！好的，又到了下一回合了。这回合我一样是无辜的平民，我想当杀手或者是警长看看啊。来，这回合一样想办法生存下来吧。谁是杀手呢？是你吗？紫色衣服的，看起来不是。哎，杀手在哪？啊，他丢到。然后警长好像被杀了欸，那是警长的枪对吧？所以我现在去捡到那个枪就可以成为警长，对不对？小心啊，杀手在那，绕一下好了。杀手来啦！哎呦，差点被刀丢到啊！啊，有人拿枪了是不是？好，那个戴红色帽子的现在是警长了对吧？赶快，赶快去杀，去杀杀手啊！跟在有枪的人身边好了，来吧，跟在他旁边会比较安全啊。杀杀，杀手在后面啦！啊！哇，那个警长杀错人了吧？好，接着下一回合，所有人都是生存者，什么意思啊？所有人都是生存者？哦，有枪欸，那要杀谁啊？杀掉所有人吗？哦，有人变成僵尸了欸，所以现在要想办法杀掉所有的僵尸，对吧？好，来吧来吧，这边一堆僵尸啊！杀！杀！小心小心，不能被僵尸抓到啊！被僵尸抓到好像会变成僵尸啊！哎呦，他感觉要丢刀了！射死你！啊，没射到！跳跳跳跳！啊！变成僵尸了！好，接着又到了下一回合，这回合我又是无辜的平民。哎，这回合我一定要想办法存活到最后啊！来看看哪边可以躲呢？哦，这边可以利用跑酷，然后来逃离杀手。哎，杀手也太快现身了吧！他完全不演的，哎，刀就直接拿起来开始砍了。哎，那个培根头，跑，各位。然后谁是警长了？这边有警长吗？是有听到枪声啊！哎呦，要过来啊！完了，好几个人都被杀了。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在这个柱子后面。快快快，警长，快点把那个杀手杀掉啊！哎，谁是警长啊？枪法这么不准！哎，完了！啊！
又死了！好啦，那不然来抽个武器好了。抽武器的话要1000金币或者是100个钻石。我没有金币，那只好来买钻石啦。来买个100个钻石，100RB，购买。来抽个这个好了，神秘宝箱。我能抽到什么呢？给我好的。哦，抽到了涂鸦刀，要怎么装备上啊？在这有吗？有涂鸦刀了吗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涂鸦刀还蛮酷的哎。好，这回合我会是什么呢？哦，我是无辜的平民，来吧，这回合我要生存到最后啊！谁是杀手呢？是你吗？有火焰刀的人，还是你这个金发女孩？哦，看来这两个都不是哦，因为有刀身，那两个没有举起刀。那谁是杀手啊？啊，看到了，穿浅蓝色衣服的女孩啊，她是杀手啊！跑啊，跳啊！哦，没有追过来，没有追过来。那谁是警长啊？我想要待在警长的身边啊！谁是警长？谁是警长？嗯，没有警长啊，这边的人都不是警长啊！有了。那个培根头是警长哦，他把杀手射掉了，有了，好人阵营获胜。好，这一次我会成为哦，这次我成为了警长。好，我要想办法抓到杀手啊！哇，还有限时间啊，3分钟之内要抓到杀手。谁杀手啊？听到刀声了哦，那个培根头射。我射到吗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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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杀到那个杀手，那个杀手刚好也杀掉我啊！我们同归于尽，但是这样子算是好的牺牲啊，好人获胜了。来，接着我成为了杀手，我终于成为杀手啦！来，我要把所有人都杀掉。来，先悄悄的在别人旁边。这里有警长吗？我要躲警长啊！这边看起来是没有警长哎、欸。要拿刀杀人了吗？偷杀！应该没有被警长看到吧？好，很好很好，那个培根刀吃。那要怎么丢刀啊？哦，按E可以丢刀。好，我懂，我懂了。OK，OK。哎呀，哎，哇，他怎么知道我是杀手啊？